原标题：此人假传军令，反获官兵赞赏。最高指挥官当场宣布，部队由他和我一起领导。1927年9月，南昌起义主力在三河坝失败。10月下旬，仅剩几千人的余部辗转来到了赣南信丰县城。这时部队弥漫着失败情绪，不少人离开部队当了逃兵。由于起义军是由旧式军队蜕变而来，在转移路上破坏群众纪律，甚至抢劫财物的事情时有发生，多数官兵对此十分不满。但是起义军原建制已打乱，多是临时汇聚在一起的，因此这些违反纪律的行为未能得到及时制止。信丰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小县城，县城内有商店、酒楼，也有当铺和钱庄。部队进城后，军阀作风出现了一次恶性膨胀。当天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大吃大喝，吃完嘴一抹就走，分文不付。有的闯进当铺，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，故意把导火线掏出来，威胁说老板称称有多重，当即各零钱花。在三个坏家伙煽动下，当铺被哄抢一空。一时之间，信丰城内的老百姓叫苦连天，把起义部队当作土匪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作为西三团指导员的陈毅再也按捺不住了，展开全文。他眼看无法制止这些乱兵，当机立断下令号兵，吹紧急集合号，然后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。结果部队匆匆集合，他带头领着队伍一口气跑出县城20多里，直到上了一个山坳，才在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。然后他下令就地召开全体军人大会。在会上，陈毅严厉斥责了一些人敲诈勒索、强抢硬夺的丑恶行径，大声说这种败坏革命军队声誉的行为危害极大，再不加以制止，我们的革命武装会不战自垮。然后他下令对三个破坏团结、煽动逃跑、抢劫勒索、严重损害军誉的首恶分子进行严惩。这是陈毅第一次在全体军人前露脸，大家都被他这种行为震惊，同时也为他的作为而感到高兴。其实陈毅并非部队的最高领导，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人为副军长朱德。南昌起义部分人员合影。有意思的是，对于陈毅这次急中生智的假传命令，朱德不仅没有责怪他，反而赏识。陈毅讲话后，朱德当场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我和陈毅共同领导。从此陈毅和朱德一起成为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人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